首先我就想讲的就是，咁我认识 Raymond， 我同佢交往嘅时候，佢系同 Sharika 系已经分开咗一段时间噶啦。咁到现时为止，佢哋应该系分开咗两年嘅。咁我同 Sharika 系相识嘅，而佢亦都知道当时我系同 Raymond 交往过嘅。即係而家你哋分咗手，你咁嘅意思係咪？我哋目前係一個普通朋友關係啦。咩原因分手啊？咁細節亦都唔想再去講啦。咁我哋總之而家呢個關係對大家都係最舒服嘅。咁首先，你係咪而家否定咗係要冇同人哋嘅老公一樣拍過拖㗎？即係冇介入過人哋婚姻？我剛才都說了，我相識他的時候，他是已經跟 Sharika 是分開了，到現時為止都已經兩年，這個就是我所得到的 information。 那你跟 Raymond 分了手多久？分了手都一段時間了，實質幾耐，我亦都實質幾耐，實質幾耐，我諗我亦都唔想再去提及啦，因為都已經過去。想係點解會流出嚟嘅？你有冇懷疑過有啲人可能點解會咁樣做咧？有嘅，有嘅。但係去到目前，我亦都唔想去深究究竟呢啲相點樣流出嚟。我只係覺得好驚訝，點解一啲即係兩個人的一些照片啦，而會在外間咁樣流傳咗出去，我都覺得是一件都幾驚訝的事嘅。咁但係我都冇去再去諗究竟點解會有咯。但係啲相有幾多人擁有咧？啲相有幾多人擁有？呢個唔應該問我喎，係咯。應該是大家去知道咯。咁我都啲人應該有，即係你自己有冇其實啲相？某一啲當然我有啦，即係我哋嘅合照一定有啦。嗰啲床照咧？哦，床照係我唔知嘅，即係影咗都唔知係點解。有冇啲最其實應該淨係得一個人有嘅？如果有一啲如果有一啲真係我覺得非常過分嘅行為，我諗我都會同公司去商量，睇下我哋係咯係咯，睇下點樣去打算咯，係咁。總之目前咁，我同佢係大家亦都去一個朋友嘅關係啦。咁我要講嘅頭先亦都講曬啦。會唔會覺得遇人不淑啊？要講嘅我亦都講曬啦。咁係咯，咁呢樣嘢都澄清咗啦。會唔會覺得好嬲啊？好似俾人出賣咗咁？未有時間去諗呢一樣嘢，我只係想去澄清翻。我跟这个人一起的时候，就是我所知他已经跟 Sharika 分开了。那你跟照片或者短片呢？听不到 Sorry。 会不会有些更激的相片或者短片呢？这个 我不知道，当然我想我相信我自己的东西的，但是总之目前我都是讲回最重要的，都是我想去澄清我跟 Raymond 相识的时候就已经是跟 Sharika 分开了的时候。我现在拍紧唐人街，你怕不怕因为这个身份影响了整部剧？我想目前我都会做回我演员的本分，就是我专注回我这部剧集，而我亦都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。总之我目前都会做回演员的职责，就是去拍好这部剧。目前的 Raymond 有没有收到个信息，就是说你工作一切都是照常的？我只是知道目前这一刻我会专心工作，其他东西已经不重要，亦都会放低啦。我是一个即对感情很认真的一个女仔，我也希望我的感情关系是可以很简单。那仲有没有跟 Raymond 联络啊？就这件事上面我们有的，咁亦都頭先我講咗啦，咁我哋係一個朋友嘅關係啦，咁係啦，我要講嘅亦都要講嘅亦都講曬啦，係啊。佢有冇咩反應？啲相流出咗，佢有咩反應咧？咁我諗你呢啲你要問翻當事人。佢有冇同你道歉啊？咩
你要問翻當事人啊？唔好意思啊，咁多位真係要入廠啊。係啊，我都要趕住，因為我其實19要入廠，我都未整頭。咁真係麻煩曬大家，我要講嘅亦都公司有冇揾你照費啊？要講曬嘅亦都同大家講曬啦，即係係咯，希望大家明白。嗰啲片或者相啊，你會唔會好擔心啊？係啦，我要回應嘅亦都回應曬啦。你今日有冇同阿 Mary 有聯絡？多謝曬，唔好意思啊，多謝曬咁多位。喺東網新聞，使玩 mini game 直接搶機票，你冇睇錯，真係咁筍啊！每日撳東網 app， 免費換走吃喝玩樂獎賞，撳！6月全城一齊想你睇。